内定的弟弟，你们在录的时候，他你们会知道他们是内定？不知道，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就以前就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他的信封比较厚？哦、你说钱呢、哦？因为不是，因为那个制造都会鬼鬼祟祟的，要他签劳保嘛，啊、可能会紧紧张的。哎，你先去旁边。哦，对耶，会真的会啊，真的会被看到啊。现在当然比较视像一点，就觉得反正每个艺人有自己不同的价值，你也不会去看别人或怎么样。对。可那时候还是弟弟，就大家二十几个人就在看，然后在等这样，然后想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的比较厚这样？然后可能那时候没有意识到，有内定可能就是费用高一点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录一天是500块，一天五集500块，五集五百块啊，不是一集500块，是5集500块哦。哇！所以你知道多累吗？因为五集大概会有4个表演，然后你要准备道具，你可能自己要弄什么弄什么，所以我大概存款都在前一年嘛用完了。哎、欸，但是你们那些舞蹈表演啦，因为你们有在找老师嘛，都自己找自己做，这么不合理。前模范棒棒糖成员阿本，先前曾淡出荧光幕当上班族，今年复出自曝罹患脑动脉瘤，被医师警告非死即残。近日他上小赖的 YT 节目大聊自己刚出道时的酬劳，让一旁的小赖听完后惊讶瞪大双眼。就是很非常老套的情节，就是我没有参加那个甄选，然后我朋友找我去参加，然后被选上，但是这故事怎么这么发生在这么多人？对啊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人是我男朋友，这应该大家知哎、欸、没有不知道，就是是我男朋友，是我们知道那个吗？不是别的最早最早的、啊、应该算第一任这样、啊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我根本不是想去参加那个甄选，我只是陪他去，因为他很热衷于想要成为明星这件事情。啊、所以我跟他去参加什么什么什么公视的什么节目的甄选啦，中华电信的歌唱比赛啦，然后什么阿妹的歌唱比赛啊。那你陪是你也要参加还是你？哎、啊，因为我都去了，就你算不算陪吧？你算真的也参加、啊？不是，因为我们那变成后来就变成我们两个相处的一个小乐趣，就他会帮我拍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照片，或是介绍的影片，就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本，然后什么什么，还给大家看着不同角度。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其中有一个是去上模范棒棒糖的甄选，啊，就真的这样不知不觉。就他没选中，我选中，他后来分手这样。你说因为这件事情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件事情啊。可是的确有，因为我变成明星之后分手，因为以前都是会直接在马路上这样牵手走路啊，然后穿情侣装什么。可是因为加入棒棒糖之后，我就是棒棒糖男孩，就没有办法在路上这样牵手走路。你是一加入就有自觉，就是哎、欸，我不能再跟你牵手了，还是后期？一开始不知道会这么红。可是后来你在走在路上发现会被认出来，然后有一些少女会因为你尖叫、啊、不知道你喜欢男生我是在看你男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就他开始觉得说他不想要这种生活这样，可他不是enjoy当明星吗？对，他就很莫名其妙这样，所以他可能有点吃醋。我觉得一定有，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件事情，我也不敢问这件事情。然后可能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我们都不会去碰触的，就是我变成明星了，也没有变成明星。那你们在录棒棒糖的时候，你们有觉得节目有偏爱什么弟弟吗？你是说制作单位吗？制作单位就是一些内定的弟弟啊。哎、欸，但是好，内定的弟弟，你们在录的时候，你们会知道他们是内定？不知道，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就以前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的信封比较厚？哦、你说钱呢、哦？因为不是，因为那个制造都会鬼鬼祟祟的，要他签劳保嘛，啊、可能会紧紧张的。哎、欸，你先去旁边。哦，对耶，会真的会啊，真的会被看到啊。现在当然比较视像一点，就觉得反正每个艺人有自己不同的价值，你也不会去看别人或怎么样。对。可那时候还是弟弟，就大家二十几个人就在看，然后在等这样，然后想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的比较厚这样？然后可能那时候没有意识到，有内定可能就是费用高一点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录一天是500块，一天五集500块，五集500块。
五集五百块啊，不是一集五百块，是五集五百块哦。哇！所以你知道多累吗？因为五集大概会有四个表演，然后你要准备道具，你可能自己要弄什么弄什么，所以我大概存款都在前一年嘛用完了。哎、欸，但是你们那些舞蹈表演啦，因为你们有在找老师嘛，都自己找自己做，这么不合理。我以为你们是一集五百哎，但是有一些就是发现制作单位会帮他准备道具，会帮他设计桥段。然后就想、oh. 哦，就开始发现哦，原来我不是那个皇家群主的。哎、欸，所以那些弟弟就是表演再烂都不会被淘汰。可是因为他们有筛选过，就是他们本来就是比较有才艺的，所以也不至于说表演太烂，就是要栽培起来的这样。然后我们就是炮灰。所以后来就开始想说，帅不过他们，那我们就走性感的路线好了。哎、欸，但你后来在节目上就是有红起来啊，所以他们会不会开始？因为我后来就开始有点半放弃，我后来那时候就觉得说算了，我就不追求那个，因为我真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从小到大最厉害的才艺就是读书而已，因为那时候就考上政大研究所。对。可是，在魔方棒棒糖淘汰赛里面没有办法展现这件事情，没有办法拿成绩单给大家看說，说看 look 99几分什么什么这种的，就我只能就是努力的练出一些很憋脚的表演这样。好好好。可是后来我记得有一集吧，有一集他就把我跟小兵还有多多，就我们就自己组成一个公主帮，对啊，然后就开始在 Oh my God， 然后那练舞啊、欸。但你们公主帮最后是有出道的，就还发片，对。我那时候发片的时候，我想说哇，哎、欸，好离奇哦，就是怎么会有这件事情？因为你们公主帮的组合里面有一个是毛弟，对，对啊，我说喂、欸，毛弟会想要加入你们吗？就硬是被掰弯啊。哎、欸，但我好奇，你们公司当时在分公主帮的时候是他们自己放的，他们自己放的。他们分的这样，因为那时候六个棒棒糖已经先出道了，对，然后接下来要选二军，那二军那时候就有点像日本节目那种操作，对，就是两团对抗，对抗最后再选出一个团体，对，所以就那时候拆成两组。哦，因为你是刚好是团长，对对对，我就是公主帮的那个团长。他们有先问你说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比较想要谁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时候没有这个决定权。棒棒糖是大家的回忆，所以反正之后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聊。然后最后想问一下，因为刚好聊到爱情嘛，你是不是每一段爱情都交很长啊？哦，对啊，我都是超久的，这样就是什么十年、六年、三年什么这种的。哎、欸，你像这样加一加，就已经不知道几岁去了。就是你人生几乎都伴随着爱情、欸，哎，我就是。你有空窗过吗？有。第一任过后。哦，第一任过后，好像中间停了两年左右吧。可是中间都有暧昧的啦。可是暧昧就有点没有办法真的踏出那一步要在一起或怎么样这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江南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。我是陶晶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蓝安。我是 Weekend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新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周玉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豹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、okay,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